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至十五节。第二天，有许多上来过食的人，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和珅啊，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不了这个地区，就骑上，就如经上所记的说：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。47-50節，説話之啦，那十二
用不同的表达表演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光环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位耶稣听了他们的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地方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朋友，你若要做的事，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
見你不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惡。耶穌出門，帶著荊棘冠冕，穿著紫袍，被拿到對他們說：你們看這個人。情路失措，
天地都黑暗了，若在心中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加伯提，就是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：这个人呼叫以利亚的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海涌沾满了醋，绑在位置上，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救他吧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马太福音27:57-60，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看见比拉多和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，约瑟取了身体，用膏石洗抹布裹好。放在自己的心神和里，就是。